我们将会对这六站的比赛，都是非常重视的，没有级别。另外，我们也希望在这些比赛当中，我们所有的球员都有机会上场锻炼，朱婷也一样，他至于出场几次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也会根据比赛的情况，有一些他要参与。有一些其他的队员也希望有机会去出场。李盈莹，我觉得她应该跟其他新手一样的，在每一次比赛之后会做一些总结，我们也会帮她分析技术上的问题和她的优势，也希望她把这个比赛当做训练一样的去提高。